哎，菊花到家了。各位亲朋好友，今天是新郎于世勋先生、新娘车菊花小姐的结婚大典之日，好，一拜天地。 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不能拜。菊花，你不能嫁给他。哎，我说世勋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 本三桂，今儿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你裹什么乱啊你？于处长，真对不住，你不能娶菊花。本三桂，你安的什么心呢你？你给我滚！滚！大喜的日子该找不着。于处长，你真的不能娶菊花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是门三桂的女人了。菊花，不许胡闹！菊花，你不许胡说。妈妈，昨儿我就是跟他一块喝的酒，他喜欢我。 我也喜欢他，我一定是他的人了。菊花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啊，菊花，我对你可是真心实意的，你不愿意嫁给我，你干嘛跟我闹这么一出啊你？这是我们俩商量好的。菊花，你于淑华，于淑轩，知道什么叫一报还一报吗？这就是对你当初甩了我的报复。文宗贵，这是真的？真的。菊花不都跟你说了？ 客官，您慢走，不送。客官，您住店吗？住。嘿，您里边请。让开！先生，请用茶。 你们还差什么地呀？快，快去再抓几个大夫来呀！司令，城里的大夫都跑光了。什么呀？这么大的保定城，没有几个大夫吗？哎，贴告示，悬赏，凡是举报大夫属实者，给我蒋大洋三块。 又这事儿闹的。先生，有事儿吗？哦，我们掌柜的找您。哦，掌柜的，这就是那位先生。哦，行，掌柜的，有事儿吗？哎，听说您是位大夫。哦，您有病人呢？不不不，你要是大夫，赶紧上别处躲躲。为什么要躲呀？您不知道啊，这个严司令杀人不眨眼。这，哎。 快点啊！他就在前面，你给我来，你等我，快点！行，这事儿我听明白了。
赶快跑吧！用不着，这病我得给他治治。你什么意思？啊？高掌柜，我给您指条生财的路啊！您就跑到当兵的那儿去举报我？你这是什么话呀？我是好心好意，我怕您落到大兵手里。哼！何秘书，何秘书，你们谁是掌柜的啊？谁是掌柜的？来了！何秘书，何秘书，谁是掌柜的？快快快出来！ 找掌柜的干嘛？找我就行了。哎，去，他就是那大夫。敢问先生贵姓啊？免贵，姓文。 听说文先生毛遂自荐要给我们司令看病，不错，你就这么自信，能看好我们司令的病？没有金刚钻也不敢揽这瓷器活。既然您这么自信，我就成全你，跟我去见我们司令吧。等等，给你们严司令看病，我有个条件，请讲。你看天底下有哪个病人拿着枪请大夫看病的？我们严司令可不是一般的病人啊。闹不。 在我眼里，他就是我的病人。我给他治病可以，他必须先把枪收起来。如果治不好，那再枪毙我也不迟。什么？收枪？门儿都没有？我问他能不能保证7天治好我的病，治不好我枪毙了他。哼，让我收枪？ 我看他是岂敢上差鸡毛，胆子不小。不是司令，这是弟兄们找到唯一的一位大夫，你要再把他给杀了，可就真没人给您看病了呀。是呀，司令，哪个大夫也不敢给病人打保票。再说了，你手里拿着枪，哪个大夫敢来给你治病呀？文大夫说了，如果治不好您的病，再枪毙他也不迟。 是呀，司令，咱们治病要紧。啊，好，那就跟他说，治不好我的病，我枪毙了他。是。 文大夫，按照您的要求，我已经把司令的枪拿来了。 剩下的可就看您的了。嗯，现在还不行，还没到时辰呢。治病还要看时辰。当然了，治严司令的这个病啊，就得讲究时辰。那什么时辰才能治？哎呀，这得到了天黑以后。哎。 哎呦，司令，文大夫来了。文大夫，这就是司令。严司令，嗯，严司令，嗯，我给您看病来了。看病。谁？文大夫。 哎呀，大夫，大夫，你给我看看吧！我不行了，我要死了！我，哎呀，他们都来了，他们老缠着我。严司令，哎，我给您治好了病啊，他们就再也不缠着您了。是吗？那你快给我治去啊！是，治病可以，嗯，不过我治病啊是有规矩的，条件。 什么条件？我在治病之前啊，您必须先付给我3块大洋的号脉钱。我掐死你！我掐死你！我你这个病没看着就要钱，你信吗？快，快拿钱来！严司令，别！不是，严司令，文大夫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刚才忘了告诉你。 我从开始行医那天起啊，就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：凡是我接诊的病人，我保证能给他治好。
不过有一条，无论是什么人，我在看病之前，必须先付给我3块大洋的号脉钱，否则我就不伺候。天下的病你都能治吗？我可没那么说。如果我治不好的病，您就是给60000紫金，我都不治。可严司令这个病啊，我保证能治好。严司令，治不治好您的病，您自个儿掂量着吧。 给他，把钱给带。崔什么？将军的袁大头。温大夫，该给司令号脉了吧？司令这病啊，不用号脉，一望便知。那你说说，司令他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？ 您恕我直言，说，严司令是妻妾成群，防劳伤肾，脾气暴躁，易怒伤肝，肾主恐，肝主惊，肝肾两虚，阳气虚弱，再加上嗜杀成性，便导致梦魇不断，幻象丛生，冤鬼缠身，病了以后又受到惊吓，所以稍有响动就惊恐不定。 是手杀人。你要把我的病治好了，我有重赏。司令，重赏就不必了。您出个告示，然后首先呢，放了保定府的那些大夫们，顺便替我养养名。那些都没有问题。哎，不过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在这耍嘴皮子啊！你要治好我的病，我有重赏；你要治不好我的病。 我给您3颗枪子儿，那咱们就说定了。现在除了司令以外，其他人都出去。为什么呀？你想干嘛？你看你这话问的，我给司令您治病啊。那也不用都出去呀。温大夫，有这个必要吗？这话问的都多余。我跟你们说，一会儿我给司令治病的时候，无论屋里发生了什么事儿，都不许进来。 如果再出人命，那可别赖我。那司令，我们听闻大夫的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干嘛用？那你小心一点。行吧。哎哎，你串门干嘛？ 严司令，您呢？您呢？哎，你没看呢？文大夫他干嘛呀？对呀，直瞪眼的。哎，各位姐姐，我说这个文大夫可真够奇怪的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治好司令的病。怎么回事？ 哎，大夫，你这哪儿呢？哎，大夫，你把灯打开呀！哎呦，大夫，这什么都看不见啊！这个，啊，这是谁呀？你是谁？啊，你啊啊啊！ 严司令，严司令，严司令，这算怎么回事呀？就是有这样子看病的吗？这样，这简直吓人！干嘛要关灯啊？开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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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门呐！开门呐！开门！文大夫，你到底把司令怎么样了？司令没事吧？你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停停，别吵，别吵。文大夫怎么回事啊？水，啊，水，快点，水，别打。 怎么回事啊？文大夫，你吓唬我，我掐死你！我去，哎，不是。
燕子玲，你在哪儿呢？哎呀，你出来呀你！燕子玲，别吓我！燕子玲，燕子玲。 行，这回没晕。哟，这司令还睁着眼睛呢。对，能说话了。哎，雷军，哎，见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倒是真好。对，严司令，哎，哎，啊，行，我的，你往死里折腾我呀，我饶不了你。我的，你去掐死我。 掐死我，那咱们接着折腾。不，嗯，不，别闹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太困了，我。太困了，别在这儿睡，来，我扶你到床上去睡去。哎呦呵，慢着点啊，走走走走走。你不许吓唬我。不吓唬你，不吓唬我啊。不许再吓唬我了。来，躺着。哎哎哎。 司令的病这就算治好了？司令真的不怕下吗？真的没事了？快说呀！说呀！哎哎哎，你别掐我！文大夫，您敢掐我？谁？ 司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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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司令睡着了，睡着，真的睡着了。司令，别打针，睡着了，睡得这么踏实，难道病真的好了？真的好了，看来是真好了。文大夫，见了严司令，您还是少说话。哎。
还有没有好人走到的地方啊？我给他治好了病，他不能恩将仇报啊。不是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吗？您还是小心为妙。严司令，文大夫到了。严司令，文大夫给我看病你辛苦了。应该坐。请坐。给上茶。是。文大夫，您请用茶。你坐呀，坐呀！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念完经打和尚啊？您这是？你把我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啊！你肯有功啊！啊！我毙了你！许你吓唬我，就许我还凤子儿，我啊也吓唬吓唬你。我说嘛，我治好严司令的命，严司令不可能恩将仇报。当然了，我是有恩必报啊。哎，别说，你还真行啊！你看我现在全好了。全好了，来坐，坐，来给上茶，上好茶啊！是，坐呀！哎呀，来，文大夫，茶，是你。我说文大夫啊，你还真有几下啊！你看，你不扎针不吃药啊，噼里啪啦的一通吓唬，就把我给吓唬好了。哎，天底下有你这种大夫啊？文某人治病一向都是能不扎针就不扎针，能不开药就不开药。前朝名医叶天士常说：“医者，义也。”哦，说得好啊！啊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呀，当大夫的要有灵机，要根据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病症，想出不同的治疗方法。啊，真有你的呀，文大夫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文三快。文三快啊，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呢？您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我给人看病，无论是什么人，我都收三块大洋的号脉钱。认钱不认人。哎，怎么立下这么个规矩啊？这事儿不能说。不能说？不能说。真不能说？好，不说，不说就不说。哎，我说文大夫，你这么好的医术，别走了，留我这儿吧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还得去北京呢。去北京？啊。你去北京是行医还是走亲戚啊？当然是行医了。哦，哈哈啊，既然是行医，那不就是为了挣钱吗？啊，可以这么说。那就对了嘛。啊，你既然是挣钱，非得去北京吗？你在我这儿，你要多少，我给你多少。从今往后，你吃香的喝辣的，要钱有钱，要女人有女人，享不尽的荣华，受不尽的富贵呀。严司令，那可不行。我去北京也不完全是为了挣钱。俗话说得好，没有百炼火，熟知寸金经啊。北京我是非去不可。严司令，我谢谢您的美意，我告辞了。哎，不对。哎呀，你也不能说要走就走啊，去北京也不急这一会儿啊。等会儿。来人，取5000块大洋，我要重谢文老弟。不，严司令，您的诊脉钱已经给我了，不用再谢我了。什么？5000大洋你都不要？司令，不饮过量之酒，不贪意外之财，我看病只收3块钱的号脉钱，其他的钱绝不再额外收了。哎呀，我是拿你当兄弟呀，这是我当大哥的一点心意嘛。您能够这么瞧得起我，拿我当兄弟，那小弟也斗胆一回。大哥，
既然您不嫌弃小弟，小弟愿与大哥结成金兰之好，您看怎么样？什么？你要跟我磕头拜把子？大哥，来，兄弟们，举枪，放！哎呀，我说兄弟啊，以你的本事啊，还就该去北京。保定府这个庙太小，容不下你这个真佛。哎，不过本地有个规矩啊。凡是磕头拜了把子的，必须在大哥家里先住三天。哦，我是舍不得你呀，就住三天，三天我好好款待款待你。三天过后，我派人送你去北京，不行吗？行，那就听大哥的，住三天。哎，不过派人送就免了，我这个人啊，喜欢独来独往。哎，你在北京有朋友吗？两眼一摸黑。举目无亲，我给你写封信，你去找我过去的一个老部下，也是我的一个兄弟，哎，大小他也是一个官儿。好啊，多个朋友多条路。不知大哥的这位老部下在北京哪个衙门任职，怎么称呼？哦，他是个警察署长，叫于世勋。来，让开让开让开啊！让让！闪开！哎，药齐了，您慢走。师傅，咱总那么以次充好，要是被人发现了，还不告你啊？闭嘴！懂什么呀？什么叫以次充好？最多就是药效差点。哎，停！署长，铺子，哎，车掌柜，有人到署里把你给告了，说你以次充好，卖劣质药赚黑心钱。关门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走一趟吧。别介，您不能听风就是雨啊，咱可都不是外人。少套近乎啊！你这可是图财害命的罪过。您是自个儿走啊，还是把您锁了走啊？您看着办吧。不不不是，在这耍威风呢。哟，署长。署长。这没你们俩事儿。赚黑心钱。图财害命。谁了我？今儿要没我，这点事儿可大了。那可不。您放心，有我罩着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干爹啊，我最近案子太多，也忒忙，没工夫上家去。我干妈跟菊花挺好的吧？好着呢，麻烦您惦记着。干爹，啊，告你一好消息。我要当局长了，那得恭喜你啊，于大局长。哎，您别忙着恭喜呀，我这能不能当局长啊，就看您的了。这怎么话说的？这区里这局长啊，位子刚空下来，谁当局长谁不当局长，全凭王副厅长一句话。王副厅长，警察厅的王副厅长啊，实权派。我跟您说，我是他这条线的人。这两年我没少打听他，能不能当上这局长，就看这一锤子了。
不过我还是没得听明白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王副厅长有一个嗜好，什么嗜好啊？人参、鹿茸、虎骨。哈，好嗜好。不过这些玩意儿，我这儿也没有啊。干爹啊，我听人说您是铁公鸡、瓷仙毫、玻璃耗子、琉璃猫，一毛不拔。今儿我算开了眼了，您放心，我不要您的，我奢还不行吗？啊，我听说您家了有一个虎头骨。虎头骨？我哪有那玩意儿？我有虎头骨那还得了了？其实我这儿啊就半根虎腿骨。我就奢这半根虎腿骨。那干爹，有了这半根虎腿骨，我这局长就算当上了。你知道那半根虎腿骨值多少银子？我知道，嗨了去了。您要是把这半根虎腿骨赊给我，我知您的情啊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哎，你当不当局长，有我什么事儿？这话说的，干爹，我要当了局长，您甭说卖劣质药，您就是卖假药，谁能怎么着您？你这人说话呀，转眼就不认账，不能够。切。还不能够，哎，你说你当年吃了我们家多少饭啊？穿我们家多少衣服？穿多少双鞋？我们菊花他妈拿你当亲儿子这供着，我们菊花苦苦等你那么多年，你就为当一署长，说甩不就把我们菊花给甩了？干爹，当年我有我的难处，我跟您说，我虽然娶了桂兰，可我心里一直想着菊花，这不这两天我想上家去呢吗？干嘛呀？我求您和我干妈开恩，把菊花嫁给我呀！我跟您说，这回我明媒正娶八抬大轿，我把菊花娶家去，到家我当娘娘，我供着她，我让她跟我享大福。哎，你说过大天也没用，只要菊花跟他妈不答应啊，你说什么都白搭。这天下就没有我于日新办不成的事儿。怎么着，干爹？话都说到这份上了。那半根虎腿骨，你哎，你这不是要我盒钱的吗？什么话呀！半根虎腿骨就要您盒钱了？您怎么算不过这账了呀？那您把虎腿骨给了我，我要是再当了局长，您再把菊花嫁给我，那您是局长什么人啊？这局长老丈人呗，这不结了吗？行。我这日子啊不过了，我赊给你啊！哎呦喂，这根虎骨头，你是从哪儿淘换来的？这太珍贵了。知道您喜欢，我就撒开了找呗。世勋呐，啊，你这两年工作卖力气。我心里都有数，啊！能在厅长您的鞍前马后效劳，是我的荣幸啊！你是个有心人，又有才干。厅长您夸奖。嗯，世勋呐，眼下正好有个机会，我看能不能给你争取一下。那全凭厅长您栽培了。好了，回去听信儿吧。那行，那给您添麻烦。好，谢谢您，我先走。我马上就要当局长了。是吗？这是好事儿啊。你爸爸一辈子不才混了个署长。哎，一个署长就那么多人巴结呢。我要当了局长，咱们家的门槛儿不得让人给踩破了吗？可这人多了也乱呀。哼，乱！我要当了局长，我先休了你，我再娶两房。你要想娶就娶，我还想带学签呢。哼，菊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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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菊花，菊花，你等等，菊花，菊花，菊花，你条狗不长大，你看，
我就跟你说几句话。我知道你不愿意搭理我，是我不好，当初是我忘恩负义，行了吧？不是，那我当初不也是没办法吗？你说我就一小警察，我不得娶人署长的丑闺女，我才能保住我的饭碗，不是？现在好了，我马上要当局长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当了局长，我头一件事我就是娶你，我让你过荣华富贵的好日子。你做梦去吧你！你看，我告诉你于淑萱，在我眼里你就是一忘恩负义的王八蛋，翻脸不认人的东西。我就是嫁鸡嫁狗，我也不嫁你。行，骂得好，骂得痛快。哎，你只要心里痛快了，你就站这儿骂三天三夜，我也陪你这儿听着。但是有一样啊，你这一辈子谁都不许嫁。我这一辈子谁都不娶，我专娶你。我告诉你，你胆儿真肥呀你！哎，你不怕我嫁给你了，我天天给你喂耗子药，毒死你呀！啊，你就不怕我给你戴绿帽子，让你当红帽子，气死你啊！让开！这丫头，你能碰上她，说明你们俩呀还是有着缘分。您说什么呢？是不是听说小鱼子要当局长了？你就直接说我攀高枝试眼得了。嗯，你以为你不是？哎，我告诉你们吧，要是没我呀，这小鱼子他也当不上局长。你没发烧吧你？我发什么烧啊？不信，去问问你干儿子。你存心是吧？这干儿子我早就没了。哎呦，别卖关子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赶紧如实交代。你说不说？小鱼子，从我这儿拿走块虎骨，那可是我压箱底的血本啊。您就是倾家荡产了也没用。你是让我闺女过去给他当小？忘了你当初是怎么骂他的了。小鱼子，装孙子，忘恩负义的王八蛋，喝水呛死你，吃饭噎死你，出门让车撞死你，这话不是我说的吧？老爷，老爷，我求求你，看在我跟你生了一个儿子的份上，你就别再打我了，老爷。啊您听，两拨人打起来了，全给我砸了。哎呦，这是怎么话说的呀？光天化日之下，居然有人在我眼皮子底下闹事儿，谁那么胆大呀？您可得给我做主啊，于署长。走，瞅瞅去。您看看，谁呀？您看看咋了？您可得给我做主啊，于署长。您看看。这么一闹，我这买卖还怎么做呀？十几桌客人呢，全跑了，一分钱都没给我呀，于处长。哎呦，太猖狂了！官儿，哎，你看这像谁干的呀？哟，这一带敢在这儿闹事儿，我估摸着是南霸天的人。啊，南霸天？啊，这事儿咱还不好管啊。对呀，这天桥一带。不归咱管呢，徐掌柜，啊，不想再出这事儿了吧？瞧您说的，想出这事儿是孙子。那我给你画个道，您指教。这事儿得让焦二爷出面了，只要焦二爷一出面，什么南霸天、北霸天都得给焦二爷面子。嗯，哎，有道理。二爷是我这儿的常客，我的事儿他不会不管。这不结了吗？哎，徐掌柜。啊，别忘了打点二爷，这点里面我懂，我一会儿就去。哎呦，干苦了我了。二爷，这是100块现钱，我的一点心意。客气，这事儿就麻烦您了。徐掌柜，100块钱大洋，想买你庆丰楼的太平，
有点难。二爷，只要今后我能踏踏实实的做买卖，我绝对忘不了二爷您的好处。行，既然有你这话，这事儿我管了。得嘞，那我先谢谢二爷了。那你先回吧，明儿我去照一面。哎，拜托您了，明儿见吧您。哎，明儿见。哎，明儿见。师傅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告诉老七，接茬砸。